就是为了看他们，也给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知道吗？好，那么在他们要准备呢释放表演鼓的时候，慧卿在这边一样呢要跟大家呢分享，其实呢日本野合太鼓哦，所有的团员呢从成立到现在，他们每一年都设定的目标很特别哦，大大小小的表演呢演出每一年都超过了有100场，而且呢这个团体哦最主要的不管是团长还是团员，他们都希望呢有别于其他日本的这个太鼓，希望呢给所有看过他们演出太鼓的朋友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热情还有洋溢的青春活力。当然呢同时在这边呢慧卿也要帮他们 announce 一下，他们除了今天在主舞台的演出之外呢，明天10月8号礼拜二是在我们的永康区社教中心广场，10月10号国庆日是在台南市东区，也就是台南文化中心的假日广场，另外11号就是在我们的主场地，也希望呢借由他们今天的演出让所有的朋友们感受到，哎，我们日本的太鼓有很多不同的打法哦，想不想看呢？掌声欢迎日本野合太鼓。